美国最大金融机构高盛将推出比特币交易平台，并且已准备比特币相关项目，并强调交易形式为物理比特币。高盛表示，将创造灵活的期货交易方式，例如提供无本金交割、远期交易等等。不仅是高盛银行，有许多企业增加了比特币相关交易。而为了避免外界所担心的比特币投机泡沫，高盛特意强调了加密比特币交易中比特币的现实属性——物理比特币。最终获得了监管机构的批准，此次开通比特币交易平台的获批，增强了比特币作为主流金融资产的地位。华尔街电视新闻记者吴康伟整理报道。